人是不是跟人了？啊，妖是不是跟妖了？啊，你觉得人妖跟谁了？那当然是跟人。这不可能！我真，那么大个场子，所有人都是，就他不是，你信不信？你自己看照片，他会是吗？哎，我在泰国越漂亮越是，就这个100%是，没跑。你才来泰国几天呀、啊？你信不信我走在街上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个是 Lady Boy， 哪个是普通女孩？真的假的？四个特点：第一个，骨节大；第二个，喉结大；第三个，毛孔大，哎，就跟你一样；第四个，嗓音粗。这不就是你吗？你个 Lady Boy， 滚滚滚！不对，我想了一下，你刚才说那个四个特征啊，它一样都没有。哇，真的？那最可怕了，最可怕了就是这样。说明他这个手术做的彻底，你可难分辨，说的跟真的一样。这样吧，我带你去见 Tony， 他跟一个 Lady Boy 处过很长时间，让他跟你分享分享经验。我才不去呢。